忠信兄弟一条心，忠信兄弟一条心，忠信兄弟总冠军，忠信兄弟总冠军。中华职业棒球队中信兄弟向开春第一届训练，特别选择天气较好的斗六棒球场，全体球员也举行开工祈福仪式，主管领队也变身财神爷，做阵祈福拜拜，为开春训练家庭光彩。我们那个本土的选手已经几乎到齐了，所以说我是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们今年要一起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合作，因为我们就是中信兄弟队。今年呢，球场内的胜负就由你们来全力打拼了。球场外的事情呢，就由我们来操心。除了祈求今年比赛顺利，球队领队也在现场发红包鼓励球员。新年快乐！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有一个好的开始了。那希望今年我们中信兄弟的第一年嘛。威助，其实我们现在状况没有掌握到非常好，因为人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我们一直把它设定在我们这个先发的人选里面哦。那也希望说他在先发的里面可以发挥他的攻击的能力。中信兄弟向棒球队在开春第一届训练，也是到了棒球场首次有中华职业棒球队来这举行开春训练。咱都有机会接近知名球员，附近欢迎乡亲拢来到老嘞。很开心，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周思齐，可以帮在地的制造一些球迷啊，感觉不错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来球迷也蛮多人来这边看的、啊。到了棒球场，天气都好凉凉，为中信兄弟向棒球队开春带来好几条。球员嘛特别接近观赛，看大家训练，顶管球迷相机嘛翕无停。球员高人气也好无比赛，到了棒球场，因力领调，老力滚滚。记者李克山，差不多。